在一瞬间回到了从前，仿佛你的身影又浮现，即便温度冷却，我们到临界点，跨过终点线，只是你我温柔互相再见。陪你走过的路，现在走一遍，复习你给的甜。可是，在你世界里面，我交了白卷。我穿过人海拥抱你，像雨滴遇到冷空气，凝结的回忆，爱我的你，我不想忘记而已。妈呢？是珊珊啊，妈说有点事出去一下。你没事吧？城池啊。什么？韩正池，你混蛋！你听我说。叫我妈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。哎，妈。二十，你现在马上来顾家一趟。怎么了，妈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你别问我，等你来了。你好好问问你死活都要娶的老婆吧。哎呀，原以为只有猫才会偷腥，没想到这人也会。果然哈，这生活过得太安逸了，是不是就想寻求点刺激啊？佳怡，不要乱说话，你们别往心里去。佳怡这丫头说话嘴快，说话都不经大脑的。姑妈，你就是对她太好了，她这都不是亲生的，你还一个劲儿的护着她，还说什么顾兰山只是心里惦记着姐夫，根本不会有什么实际行动的。这不，两人都滚到一起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佳怡说的是真的吗？她一直惦记着她姐夫。抱歉。我本以为她嫁给了二十后安分守己，况且
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真是……是我教育无方。顾兰山，真的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偷情好歹找个外人对吧？你这倒好，冠冕堂皇的跟姐夫接吻。我要是你啊，我都不好意思站在这里了。这事要是传出去的话，会被多少人笑话呀？收拾哥。二婶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爸刚回国，这件事他如果知道……妈，有什么话回老宅再说吧。这儿这么多人呢，说话也不方便。楚楚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老婆，我不能让她丢人。还有你，我不想跟你多说一句废话。我的女人就算犯了天大的错误，那也是我们自家的事，轮不着你在这说。那个样子，我和顾兰山不可能有什么的，相信我。没什么都亲到一起了，那要有什么，是不是都睡到床上去了？你听我解释，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不会有其他人的。放开！韩承志，无论你是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，我都不能接受。我们结束吧。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二婶，立刻带珊珊来老宅一趟。我希望等我回来，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手机给我。现在也不需要这个。阿欢，阿欢来了。从现在开始，看着他，把门锁着，别让他出去。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知道了。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该怎么解释？说程志可强吻我。盛世一定不会相信。对不起，盛世，我欠程志哥一条命，我不能伤害程志哥。哼，爸。
你这把全家人都弄过来，你这是要给我整个结婚宴吗？你早说啊，你早说，我带点礼物过来。珊珊呢？楚楚啊，楚楚她有事儿来不了。你要想跟她说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替她听。你替她听。她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情，让咱们盛家蒙羞，这你也得替她解释吗？楚楚是我老婆，她做错了事我可以说她，但犯不着你叫全家人来开这么个会。如果我今天带她来了，你这么一折腾，她还能在盛家过吗？你这做了这么有辱家门的事，她还想在盛家过呀？二十，她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想把她留在盛家呀？你醒醒吧，你知道我今天在顾家有多丢人吗？当初是因为你喜欢他，我们才不计较他的出身，同意了这门婚事，待他也跟自家人一样。可你看看，你看看他现在干的是什么事啊？这是，哎呦，妈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看把你妈给气的。爸妈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看蓝山那丫头挺好的，应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。我都亲眼看见了，还能有什么错呀？再说王家那丫头都说了，顾兰山喜欢韩城池都好多年了。二十啊，咱们盛家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。二十，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你去把这段婚姻给我断了。爸，楚楚是我娶的，他犯错我可以替他受罚，但这婚我不能离。再说这事儿要传出去了，丢人的是我，我不在乎，我怕什么？我你这混账东西！爸，丢的是你一个人的脸吗？丢的是我们一家人的脸，你能不能为盛家的脸面想一想啊？做错事的是顾兰山，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儿子受了委屈你还要打他？二十，我最后再问一句，你到底跟不跟蓝山离婚？不离。他喜欢韩城池这事我娶他之前就知道了。混账！你知道他喜欢韩城池，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啊？因为我爱他。非要跟他结婚的人是我，用钱羞辱他的也是我。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他从来也没喜欢过我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金老师，别生气，我打死你！我实话跟你们说吧，二十，你别再说了。我本来想跟他表白的，这是我们的儿子。结果那天我去了他的房间，看到他写的日记，我才知道他喜欢韩城池。所以我害怕失去他。那天晚上聚餐，我才用计得到了他。可你说那天喝多的人是你呀？我这话你也信吗？反正他我负责，还是那句话，这婚我不离。好，好，你要是真负责，那我长孙的命你负责得起吗？你们有过孩子呀？我一直以为是他身体不好，还尽力地帮他调养身体。我没想到他非但不领情，还那么狠，对我无辜的孙子下手啊！我还是那句话，无论楚楚做了什么，我都不会跟他离婚。至于孩子，你们要是想要那就再生，一个不够可以生一对儿。你可真是个混蛋。爸，这是我们的儿子啊。你要是想打我那就打吧，但是我希望你打完我之后就别让我跟他离婚了。去，给我跪下。去，给我跪下。行，跪。
镇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名青年男子当场死亡，肇事司机逃逸，警方正在调查此案。是66个未接电话，哎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要不然我前脚这么一跪，后脚他们就要找楚楚兴师问罪了。喂，什么情况？盛总，手术刚结束，医生说已经脱离危险了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盛总，您放心，这边有什么情况，我随时向您汇报。少师。城之歌那边，哎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？哦，你是在等着跟我解释吗？行，来，解释吧。不着急啊，慢慢解释，时间有的是。哦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下。如果你说的是我不想听的，我劝你还是别开口了。你们俩怎么亲一块儿去了？说吧。楚楚，我只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哪怕与全世界为敌，我也会相信你，保护你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只能说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就完了是吗？啊，我要听的是对不起吗？解释解释，你懂吗？你上过学吗？啊？你就跟我说你们什么都没有。你说，韩承志根本就没有亲你，那一屋子人都是在污蔑你。你指着鼻子跟我说盛世，我没亲他，他们在欺负我，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你说话呀，你哑巴了？盛世，你别这样，我别这样，你给你老公头顶上戴了个绿帽子，你让我别这样？行了啊，顾兰山，你真够狠的。顾兰山，你没有心吗？你一定要这么对我？你不是问我韩承池怎么样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刚得到消息，他被撞了。你姐已经哭晕好几回了，她说韩承池如果死了，她也不活了。满意了吗？开心了吗？而你呢？三个字，对不起，完事儿了。叔叔，你是骗我的对不对？对不起你的是我，不是他们。你告诉我承池哥他……顾兰山，到现在你竟然还想着他？阿欢，盛先生，你昨晚又在书房待了一晚上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你好好看着他吧，一会儿给他送点吃的。好。
韩正池，你知道我现在最不想听的声音就是你的。对不起，二婶，是我强吻了珊珊。别怪他，跟他没关系。你道个屁歉！你有什么脸道歉？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你当时为什么要强吻他？珊珊那天确实在等他姐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冲过去吻了他。结果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。我知道，其他人肯定会跟你说很多版本。但是你相信我，这个就是最真实的版本。你觉得我信吗？嗯？你别跟我说一些没有用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为什么要强吻他？二十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脑子犯抽了，亲了他，你信吗？韩正池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，你别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。你没有对珊珊怎么样吧？她是我老婆，我愿意对她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用不着你管。兰山，喂，怎么了，阿欢？盛先生，兰山出事了，在医院，你快过来一趟吧。楚楚呢？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？怎么搞成这样了？盛先生，我不知道。我过去给他送粥，刚走到那儿，就看到他已经跳楼了。跳楼？你在逗我玩呢？楚楚好好的，怎么会跳楼呢？二石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啊？二石，兰山还在里面抢救呢。行了啊，顾兰山，你真够狠的。顾兰山，你没有心吗？你一定要这么对我？你不是问我韩承池怎么样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刚得到消息他被撞，你姐已经哭晕好几回了。她说韩承池如果死了，她也不活了。我对你上瘾，散不掉的心是我最无解的难题。原来我们的问题是我丢失了自己，忍不住想他，等不到的回答，逃不了伤疤，却依然挣扎。是我说过不会害怕。医生，楚楚呢？暂时没有什么危险。暂时？什么是暂时啊？你的意思还有危险是吧？啊！你说啊！你冷静点。我冷静什么冷静？我告诉你啊，里面躺的是我老婆，你不管怎么样都得给我治。这位家属，请你冷静点，病人的伤已经处理好了，只不过他的各项指标都很不好，求生意志薄弱，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不好说。院长，麻烦问你一下，什么叫求生意志薄弱？就是他没有活下去的欲望，应该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之后，导致他不想面对现实而产生的潜意识。这段时间很关键，如果病人醒不过来，就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。
谢谢你啊，今天请我听了这么一场精彩的音乐会。音乐是最好的疗伤药，我做不了医生，但是可以做你疗伤的引路人。总之，谢谢你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好。城池，对不起，我终究过不了那样的生活。楚楚，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炒肝。吃一口，张嘴，咩咩咩咩咩咩咩。不想吃啊？那不想吃咱就不吃了，不吃了。要不我们去放烟花吧？你不是最喜欢放烟花了吗？我可以把全城的烟花都买回来，我们放一晚上，好吗？话也不想跟我说了，是吗？是，是我活该，不该说那些伤害你的话。要不你打我一顿吧，只要你能解气，怎么打我都行。打，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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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醒来吧，好吗，楚楚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快点醒来吧！我求求你，快点醒来吧，好吗？我怎么追不到这时的轨迹？你早已离去，我穿过人海拥抱你，像雨滴遇到冷空气，凝结的回忆。都还正常，是啊，再观察观察。
你的我，像沐浴在春风。这一场梦，今天你奇妙，和你的一切清晰知晓，每一天你靠近我的心跳，瞬间即使里有我。紧紧的拥你入怀抱，牢牢的把美好刻在了我的左心房，往后每一天在回忆里面点点独白，点点独紧紧的。